摸鱼阶段。喂，Hello，喂，早上好。是不是王老改呀？啊，我是王老改，您是谁啊？我是你大哥呀！我是你大爷。哈好了好好好说了，话。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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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被弄醒的，被谁弄醒因为的？你说清楚了，你别说一半儿。今天心里边就是大周日的一早上爬起来给大家来唠两句啊，这个非常抱歉，因为这个病毒呢，Omicron 啊，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因为它太新了。那个，那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上来干嘛？来，我提问啊！你不知道，我问到你知道啊！这个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国内啊，包括已经刷爆了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国内的几个权威也都说了，像这个什么，钟南山啊，这个张文宏啊，其实来讲呢，我比较想问问你啊，从你的角度上来讲，一个新的突变出来啊，这个以现在的这种情势来看。那最可能的、最快的报告应该是能够出具什么多长时间？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这种 RNA 病毒的变异，基本上2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突变，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所有的就是你所有的检测，它最后都会有一些突变的可能性，检测出来一些突变的可能性。所以说一般检就是有一个报告出来，也就说明了这一个新的突变已经是有一定的基础量了，所以说它不会是一个哦随便突变一个，这个突变可能很快就被别的突变给打死了。就是它的传播性怎么了？没什么优势。那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在传播性上有极大的优势。它在南非确实把 Delta 给打死，全世界现在还是 Delta 在流行。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至少从这种情况上来看的话，包括欧洲的多国已经开始，包括像这个接种率最高的以色列就宣布封国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觉得是不是出于一种预防的起见、安全的起见，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这种防疫策略呢？差不多吧。我现在看着聊天室呢，我能不能敲几个人啊？你说。敲几个人？好，就大家别在那吵，底下在那吵这些破有的没的了，有的人就在那拱火呢，我把他敲了啊。好了，就这样的啊。首先，我对于刚才那个问题有个回应，就是我昨天晚上仔细想了一想，就是为什么 WHO 这次动作这么快？我觉得是 WHO 在上次的 Delta 可能是遭受到了很多压力，就是 Delta 现在弄得全世界，结果 WHO 上次对于 Delta 你知道吗？就是动作比较慢。其实 Delta 在2020年冬天就发现了，然后一直到2021年5月份才被加到 VOC，就是这个 Variant of Concern 这个名单里边。所以可能是 WHO 在上次做得太差了，然后这次就是，哎，我先防患于未然，这个东西看起来挺吓人的，我先把它给加进去。但是说句实话，现在的实验结果应该是基于计算机模拟以及南非一个地儿的数据，所以说直接把它加到 VOC 里边，我觉得说句实话有点草率，从科学上讲，但是实际操作上也没什么问题，对吧？你加进去，然后大家都好一点，别再来一个新的 Delta，这是相当于一个比较防患于未然吧，就是这样。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啊，南非那边也骂街了。南非说得干啊，你们这帮臭缺德的啊，老子第一个公报了，然后你们全都他妈的惩罚老子，然后给老子这边全都那个这个禁止航班了，你们什么意思？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觉得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这么一个点。也值得讨论，因为现在有两种，我至少我能想出两种，一种就是说，哎，其实站在这些其他国家哈，就觉得，妈的，我们防御搞这防疫又不像中国一样啊，我们弄不了这样的，所以我们挺慌，挺害怕的哈。我当然谢谢你通知我，但是我们也怕死啊，你知道吧？这是一种。那么站在南非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这样的，这种防
方式会不会激起其他国家，就是说他妈以后老子也不报了啊，我老子一报你们全都好家伙这样针对我，那么我以后那其他国家会不会产生一种心理，就是说那南非前车之鉴，那我们就不报了呗，等你们发现就发现呗，会不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南非其实这点上做的还可以，就是人家虽然说最近的那个病例降低了，但是这个全基因测序还是在做的。这个哦对，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 Omicron 它检测出来不是你那种什么快筛啊或者简单做个核酸就能出来的，是一定要把某些东西来取样来做全基因测序的，比那个快筛什么贵100到1000倍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点上还给他们点个赞的，还是监测出来的新东西的。嗯，以及他们就是看到疫情抬头然后就去做一下。这一点上啊，我说句最实话，我不怕你的频道被封。美国在这场做的非常差，非常垃圾。嗯，就是美国，你如果有美国的实力，你也可以不选择不报，哎，我不测不报。嗯，OK OK。但是对吧？你要别的国家是这样的，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上面有一个美国，你认了美国当爹，你就老老实实报着。肯定是在 WHO 包括可能各地的药监局上面有一定的压力的，就是你必须得达到多少的检测率。OK， 所以不管怎么样，总体来说，就是南非这个叫做求人得人吧。他就是我昨天想了想，南非在90年代黑人革命之前，人家也是一个白人国家呀，也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为什么5点联盟不带他玩呢？所以有的事儿咱也就是想一想，但是具体怎么样，你得深挖一下。只不过有些东西你简单想想，可能还挺有意思的。嗯。嗯，那你觉得这种情况会不会这个其他国家对于南非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这种寒蝉效应？会觉得妈的这南非说出来了是吧？南非说完了之后，你们反而这样这个封锁它，那是不是其他国家就以后就不查了呢？会不会引起这种担忧？大国家一般就是比较富的国家，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等什么担心，因为当地的药监局什么的一般都有监管，然后可能小国家就不愿意查了，或者是某一个伪装成大国的小国家叫印度，他可能就不查了。你这儿国际影响不太好哈，你这居然小看印度哈，这个我们上海这个中国上海再发展个10年啊，没准能超过这个孟买啊。我们跟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他才是真正的 super power。 有一个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南半球传来的病毒，就是现在这几个变种吧，好像都打过北半球的。北半球你看我们的 Alpha 是第一波大型流行的，从去年11月到12月开始，从英国开始的，然后这是第一波 Alpha， 然后这第二波是 Delta， 从今年5月和6月份开始的，这是从印度原发的，然后或者在印度大型流行，不能说原发，这个东西要不然又招了道了，没有说挖到大型流行在印度。然后但是呢，你说的什么 Delta、Beta 和 Gamma， 这是四大 VOC 嘛 ？Beta 是原发，在第一次大型流行于南非 ，Gamma 大型流行于巴西。但是像 Beta 和 Gamma 在北半球可能会水土不服吧，然后一直没有打过 Alpha 和 Delta。他们在原发地是打得过的，但是到北半球是有点打不过，所以具体原因怎么说呢？只能说有的东西有点原发地效应，以及病毒的传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对吧？嗯，天时你看这个冬季夏季什么的，不管怎么样，气温是很大的因素，地利就是原发地以及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什么的，人口密度、人和嘛，这大家都知道了，是这样的。大家，我还是个年轻人，我还经常看一看那个电竞比赛什么的。最近打枪的 CS 在那个丹麦呀、瑞典搞线下赛，我靠，你去看那个现场，人山人海，然后一个口罩都不戴的，你就知道这叫什么叫人和。OK OK， 那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包括您那个国内都刷爆了这个新闻啊，我不知道国外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个新闻是不是引起就足够多的这种媒体的大争相的报道啊？但是我从国内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这种过分就是一种泛焦虑化。那么，包括那这个张文宏啊也出来讲这个事儿啊，他归根结底他逃不出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他逃不出这个冠状病毒的范畴。他再怎么变异，他也是冠状病毒。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先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在国外，除了美股有个震荡之外，其实在放到美国民众这边，我跟你说，说句实话，现在这个 coronavirus 就是新冠病毒啊，都快上不了头条了。最近美国内大事也挺多的，像之前有一个那个民兵案，那是美国的头条大事，新冠算什么，对吧？而看在起别来的这国个。家，你看人家口罩都不用戴了，那你觉得新冠算什么？但是现在事实上是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出来，防新冠最有效、最质朴的方法呢，比什么疫苗什么的有效，就是戴口罩。戴口罩可以降低至少60%的传播。你让这辉瑞、强森、强生他们这些公司的情何以堪啊？对啊，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现有的疫苗呢，就是我刚才紧急补了一下课，就是这个东西是30多个在 S 蛋白上突变是吧？还是50个？但是 S 蛋白全长有1000多个氨基酸的，就是它的突变这么多，但是它总体来说还有大部分的地方是保守的，就是没有突变的。所以说，依照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有现在的这个，就是相当于基因组学以及这个蛋白质组学的分析来看。现有的疫苗应该还有效，只不过就是效率肯定会像当时的什么 alpha、beta、gamma 一样降低，降低多少还暂时不好说。但是加强针肯定是有用的，因为就是之前还有一个，之前我就有人转给我一个什么在电话会议上，然后什么辉瑞 mRNA 疫苗完全失效，什么扯淡，傻子吧这是？人体的免疫系统现在他们自己都没搞清楚，参加什么电话会议啊？真的是。就是它是有效的，只不过效率肯定会降低。但是如果你的抗体浓度，包括我们的灭活疫苗也是一样，接种之后抗体浓度比较高，它就可以把这个降低的这方面补上了，对人体还是有保护作用的。它再不济，人体还有一个就是体液和细胞免疫的这个机制，就是它可以防一个比较，想讲到什么比较广，比较在那个什么比较广的基因型吧。就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HPV 疫苗。现在不是最好的有9价吗？但是为什么国产的二价也能用，然后也能有效的降低？就是这个二价它那个什么，它保护了最常见的基因型。与此同时，这个二价它又跑出的这个抗体可以略微保护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基因型。就是说，这个人体的免疫它不是说你啊，我这个疫苗开发出来只针对这一个病毒株，而是这一个病毒株有很高的保护效率的同时，对于一些变种、一些比较基础的变种会有。差不多保护率以及一些变得比较多的，会有更差不多，就是相当于再降低一点点，但是还是有保护率的，所以打疫苗还是有效的。其次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一些口服新冠药，口服的新冠药现在这几个应该都是有用的，因为它们的机制和这个病毒的变异相关性不大，并且我前两天还看了默克公司的那个提交给 FDA 的文件，它里面明确说了，就是说对于变异没那么敏感，但是这个是医药公司说的。咱们听一听就好，但是人家敢说就姑且些信的。然后抗体药可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之前美国礼来公司的有一个抗体药是针对原始病毒株开发的，但是对于当时的 alpha 变种效率就降很多，所以抗体药可能得重新开发一下，或者是改进一下。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药嘛有一个，然后后面的开发就相当于给后面铺平路了，就像默克公司、辉瑞公司的这几款药。就相当于他们的药的活性组分呀，它的复型啊，包括它的药物机制什么的，都是给后面的药来铺平路的，所以后续的药物研发应该会更加的快，就是这样，抗体药也一样。那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包括这个张文宏啊，这也出来讲了，这个就是说还是要继续观察。那至于他这种情况呢，其中也提到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说呢，南非的疫苗接种率才20%几哈，所以呢，他也并不能够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这种现在得出的这些数据呢，并不能够说明，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变异株呢，就是非常强的，可以攻破现有的这个疫苗。因为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现在在，好比说，在这个以色列流行起来了，那同时呢，也这个数据上啊，这个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可能就是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疫苗是不是要做针对性的这些改变。
那么现在在南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并不能够，也就是说现在现有的这个证据并不能够支持，就是说现在的疫苗对于现在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或者说不能起到非常有效的这个作用。那在这个点上来讲，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南非那边打的很多是 AZ， 就据我所知，因为他是拿的是世界世卫组织那个 COVAX 计划，拿了很多 AZ。所以说别的疫苗怎么样不好说，因为 AZ 本身的防护力就不好，然后以及可能对于变种病毒就跌到 30%-40% 了，以及接种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而且用我之前所说，一个病毒的传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南半球从这一年多来讲，南半球的变种到北半球没那么能打，这是第二个。但是咱继续看吧，现在所以说我说现在很多东西还不知道，血清学研究就是比如说你把就是打了疫苗的志愿者的血清样本拿出来，然后跟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做一个综合研究，看看究竟怎么样。之前对于贝塔、伽马和 Delta 这个综合效率都有下降，所以我们也在真实的疫苗效率上看到了对应的，就是有效率会下降。Omicron 虽然变异这么多，但是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好说，对吧？看一看，如果它跌到零的话，那可能真的新一波疫苗或者是二价疫苗就得出来了，就是看大家怎么样把这个 Omicron 也一起防了。但是大概率其实以现在这个变异程度来讲，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应该有下降，但是不会下降的有到那种需要重新开发疫苗的程度。因为当时我记得是摩根纳公司对于 Delta 有开发这个针对 Delta 的疫苗，但是好像效果没那么好，以及同时对 Delta 效果没那么好，同时对于其他的变种效率也下降，所以只能说慢慢看吧。如果真的需要，然后有数据支撑着它需要开发新一代疫苗，这个医药公司不会放弃这个吸血的机会的。嗯哼，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得问老改哈，就是关于这个也是张文宏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呢，未来很有可能啊，这个变成了一种就是疫苗的开发有可能会变成流感的趋势，就是针对可能来年的或者是这个下一次的这种有可能的这种变异进行这个疫苗的研发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就像流感一样的这种做法，也就是说未来可能疫苗就变成一种常态了。那么同时有一个问题啊，它和流感有不一样的点，就是流感是季节性的。那这个东西有现目前为止新冠有好像没有季节性这么一说。其实你硬要说的话，新冠有季节性，你硬要说的啊，就是新冠很明显的是各地就是一波一波的，所以你硬要说有季节性，只不过这个季节性跟咱们平常认为的季节性可能不太一样吧，和流感那种季节性不太一样是吧？对，包括你看美国冬天这个冬天马上要爆，我操，那是肯定的，就是冬天肯定会爆，因为人在室内的时间增长了，以及人都放假了，不怕死的又开始四处流动、四处传播了，还有各种音乐会什么的，对吧？没办法，就有的东西可以预见的。哦，就是跟季节性流感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流感病毒啊，在每年的夏天，它既然它冬天能传播，就证明它的一年四季都是存在的，它不是莫名其妙跳出来的。所以它在夏季可能是传播，但是有很多很多就是无症状传播啊之类的，就是没有能引起。就是一个恐慌嘛，然后冬天可能流感就会多一点。我知道有人夏天得流感还去世过，就是说不好。OK，OK，OK。到目前为止啊，现在其实这个情况一直的也不是很乐观，而且国内我估计也不会放松这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动态清零的这种情况啊，至少不像国外的这种做法。是这样，我支持国内的做法，就是在你未知的情况下要。以最坏的打算，然后看看别的人怎么作死的，究竟怎么样？如果作死的发现没事儿，就说明啊，这个可能没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那就加强防控，然后收集更多的数据。说句实话，像之前就对 Delta 什么，又是发病快，又是延长隔离期，这个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个也是希望将来能调整一下的，就是能实时跟进政策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严防了，你最后防的也是国外回来的，所以其实国内的大家也不用怨气那么大。其实怨气真正大的应该是国外想回国的人。
你知道今天有一个特别吓人的，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我忘了是什么说了，说这个如果国内啊，这个采取中国采取和这个多数西方国家的这种躺平的这种方式的这种防疫策略哈，中国将能够达到日增65万，我当时都吓尿了，我操，65万，有的一天啊，很正常，很正常，但是这就是政府嘛，就是没有任何就是。西方有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叫做他表面上要信科学，但是事实上他的民众，你看信科学的有多少？顶多50%不到，对吧？顶多50%不到。然后这个情况下，你政府在干什么？就是所以说，其实说句实话，说句最实话的话，这个中国的人的教育水平还是比西方的平均水平要低一点。嗯，中国的大城市可能跟西方的大城市接轨，但是有大量的就是那种欠发达地区，他们对于打疫苗可能，你看这也是为什么要通过一些肉蛋奶什么的刺激来去让他们打疫苗，以及确实是中国的疫情还不错，所以其实你要说真的是像西方这么做的话，中国可能会比西方更差，包括因为中国的基础医疗也确实是大家只是差距嘛，对吧？跟别的国家医疗差条件还差一些。是的，所以说确实是在这一点上需要政府来进行政策上的一些就相当于防控，这个都是传染病，就是传染病防控它不只是靠你说的疫苗啊药物这些科学，其实政府的一个科学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尊重它是一个空气传播病毒，飞沫传播为主，然后空气传播有一定传播率，就我就进行了针对性的这个相当于戴口罩呀，然后人员什么就是空间上面进行一定的隔离啊什么的东西，就是都是有效的，只要它还没有进化到从沿着网线传播，我们这一套就可以。OK， 所以说就看看嘛，就是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大型的人体实验场，我们自己看看嘛，能保护好人民的生命健康，但是与此同时，不要伤害人民的这个经济活动，太多伤害人民的经济活动，让人民在经济方面也能好好过下去。不要因为防疫然后那个什么伤到了太多的正常经济活动吧，就是希望能做到这样，老百姓还是最苦的。那么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个美国这福奇也说了，这个可能很有可能美国已经有了，只不过就是美国现在没有还出这个确诊的这方面的这个报告，你怎么看？那肯定会有啊，但是他美国政府所说嘛，他全基因组测序测的不够，其实所以说他具体在哪儿已经挖出来了不知道。嗯哼，那现在美国的这种情况就像嘛，疫苗想呀，其实美国很神奇的一点就是美国它跟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有直飞航班，就是包括我的同事们都有南非人，还有好几个两三个，就是我们一个。对啊，我们一个公司就是我认识的同事能从就两三个南非人，你也知道就是南非和美国的交流是有的，就包括非洲的其他国家跟美国交流是有的，所以说美国应该原理上会有这个 Omicron， 以及现在英国啊荷兰不是都检出来了吗，英国和荷兰美国可没禁飞啊。嗯，好吧，那现在来讲我估计现在西方的这些情况啊，包括也希望啊，这个很多观众也对这个比较关注啊，也希望劳改呢这个未来有新的这个报告啊，可以抽出一点精力来给大家讲一讲有新的这个进展，好吗？还是那句话，就是现有的疫苗应该还是有效的，然后原理上讲如果 Omicron 现在疫苗防不了，所以你到处去扎一针针对 Omicron 的加强针跟现在疫苗应该也不冲突，原理上讲。操，现在打疫苗都害怕了，那这个我已经打了第三针了，打了第三针国药的，打的我操，这个在家里躺了三天，我操，浑身没劲儿，前两针没事儿啊，第三针难受了，我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对啊，是啊，所以啊，大家未来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常态。咱看看吧，就是咱中国的那个什么，咱中国的这个做的还不错，然后现在疫苗就是初代疫苗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现在我们有时间精力去研发次代疫苗，以及我们有一定的药物来进行对于就真正的重症者来进行一些的就像治愈，不会酿成那么多人间悲剧吧。所以说就是次代疫苗的研发可能不能再这么慢了，就是看看吧，
OK，有的东西也是你出了病毒你才能研发，而不是说你盲目的你去针对某一些可能出现的东西进行研发。好的，好的，感谢劳改啊，拿出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这个方面的分享，希望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劳改？好，拜拜。好的，感谢，拜拜。哎呀，我是打了第三针之后啊，这个第二天我这胳膊就有点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但是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就开始发低烧，发低烧，浑身乏力，然后第二打完针第二天晚上发低烧，你看是神奇吧啊？然后这个连续三天呢，就是特别困，你知道吗？困得都不行了，就是困啊，各种困。反正我前两针都没事儿啊，打完了一点事儿没有啊，不是没事儿，是啥事儿没有。然后就可能打针的那个地方有点痛，但是第三针打完了之后就反应比较大一些啊。我打的是国药的，来，咱们连线后面的接着。